美商硬件代理德国 Crytek 公司开发的最新大作《末日之战2》，标榜使用最新的 CryEngine 3引擎打造的惊人视觉效果。这次《末日之战2》推出取得城市最佳化，在游戏画面表现更胜以往，可说兼顾游戏画面与执行效能的最佳平衡。另外，《末日之战2》找来美国知名科幻小说家理查·摩根负责撰写故事，知名编曲家汉斯寂寞谱写惊天动地的原声配乐，携手打造最棒的游戏响宴。游戏故事接续前代作品，描写外星势力全面入侵地球，人类面临生死存亡危机，而游戏舞台从前作的丛林移到了纽约市，玩家将扮演身穿最新纳米战斗服，身处于破败的纽约市，成为拯救人类与灭亡的最后英雄。